坏掉的龙龙九说：“有来宾就不可免俗的，请问高委员年纪与我相近，想必一定有听过我台名曲《我的猪大哥》。什么？萧亚轩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啥？萧亚轩有一首歌叫《我的猪大哥》，有没有听过？会啊。对，但是念起来，当你念很快的时候，就跟本台的这个主持人是同一个声音。好，这个我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唱一下？你真的会唱吗？你唱啊！来查一下哦。萧亚轩就最近《爱的主打歌》啦，不是我的主打歌啦。哦，对不起，记错了。《爱的主打歌》而且他开始的，我会哦，真的你会吗？那随便、啊、随便唱个一段副歌吧。我在唱什么？什么都觉得。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，你在说什么？只听一次也会记得，听两次就火热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我们不要在这边再破坏猪大哥啊，堂堂一个立委的形象。有两个网友说，方便请高委员再一次皮卡丘吗？我儿子很喜欢，十分感谢。J1 说：“请再一次皮卡丘加一，到底是什么？我有点忘记了。你以前学过皮卡丘吗？”就是我有一次在你的直播里面不小心，好像是因为有一个就是网友，不知道是叫皮卡丘的网友吧，反正他就抖内了，然后我就念了，就是用皮卡丘的声音念了一下，这样。你干嘛那个脸啊？哦、没有，我忘记了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不要理他们，啊、好不好？这个不要，真的，你很想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就是，如果你觉得要，因为这是你的场子啊，你觉得要，那我一定都说要啊，要，没问题，要 ，Go ahead。比嘎比嘎，大家就这样了呀。哦，好，没关系啊，够了，可以吗？好好可以吗？可以，不要太过配合。比嘎比嘎，你小时候是不是很爱看呢、啊？不要太配合网友啦，好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